相信不少玩家小时候的梦想应该都是可以驾驶钢弹机器人作战吧，不过机器人哪这么容易让你开啊，还是先来玩玩机动战士钢弹 online 比较实际啦，而且还可以100人连线大乱斗哦，真希望这款游戏也可以赶快引进台湾哦。万代南梦宫去年曾经宣布，他们将推出全新的线上游戏《机动战士钢弹 Online》，并在日本展开封闭测试，并且大获玩家好评。这款游戏以在日本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《机动战士钢弹》为主轴，并允许最多同时100人连线对战，让玩家体验前所未有的战斗乐趣。玩家在游戏中创造自己的驾驶员，操纵钢弹机器人在广大的战斗舞台进行激烈的战斗。基本上，玩家要分为地球联邦军和吉翁公国军两个阵营。除了亲自驾驶机器人战斗之外，还预定会收录以指挥官立场来参与战争的游玩试点。而目前游戏收录的钢弹机器人包含初代机的 RX78 为主，当然钢弹后续的作品也会有更多机器人陆续登场，让玩家感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斗乐趣。